这么晚？晚点怎么啦？这种地方上菜慢的要死。在等你点菜呢。你还没点啊？人来不及，他们不让点。哎呀，搞什么？天哪，这抢钱啊 ！Can I have a tomato tart? And what kind of sauce do you like, man? Both eat. Thank you. 你点什么？在看你。哎，你这人真是的！刚等我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要不然这个吧 ，roasted rib steak with the bold light sauce. You have that.我刚从店里过来，店里的空调又漏水了，明天一定要找个师傅去修，但是不要找隔壁那一家。上次啊，他们来修的时候呢，差一点把我的水管给弄破了。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吧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你准备视若无睹啊？我知道有一家。我说，我们等吃完饭。这里有工作吗？那你可要上点心啊，不要每次都是我在收拾这些烂摊子。你今天找我来这有什么事啊？今天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。你今天怎么啦？平常我们都不过这些纪念日的，结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呢。是啊，今天是我们结婚证上登记的日子。还有那个，我抱歉。是啊，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，在美国我们还一起过了很多的难关。就因为生意上我们有不小的争执，但是我们的店总算也撑了这么多年。有些话我平时说的比较少，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妻子，好妈妈。你说的什么呢？你都弄得我挺害羞的。总算也把小儿子送进大学了，我想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我们的未来。等一下，喂，是啊，我在给你爸吃饭呢。对呀，太阳都打西边出来了呢。啊，没事，你爸不会介意的。啊，好好好，行，回去再说啊，好，拜拜。静远，他说要给爸爸妈妈多一点空间呢。嗯。我去下洗手间啊。
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帮你叫的原因是，我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分开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好啊，你想离那就离啊。你以为你想离就离啊？你先把我叫到这，就为这个？你就是把你把我给打发了是吗？我只是想要我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圆满？你管这叫圆满？这样对我们两个多好。对我们？你说，那女人是谁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所以是男的咯。我就知道你一直有事情瞒着我。我没有出轨，沈静。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有相信过我吗 ？All right, let's see. Where's my why? Where is no why? I need a why. 别丢人现眼，沈静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把我叫到这里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当作出糗吗？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我没这么了解你呀、啊！够了，别在我面前丢脸，坐下。过去这20年，我一直觉得我不了解你。我们是合伙人，是孩子的父母，我们不是朋友。我们不曾相爱过、啊。好啊，你现在开始浪漫起来了，你准备开始风花雪月了吗？这不公平！我一天到晚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现在说散就散？你的心血不会白费，我们可以把店转让出去平分，然后把房子卖掉。卖房子？看来你已经蓄谋已久啊！我不会卖房子的。你有为我们的孩子想过吗？就是为了孩子，这些年我才一直忍着。更何况他们现在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连静远都读大学了。我是不会卖房子的。你叫静远放假回家住哪？你说啊！沈静，冷静点。静远现在已经是大人了，我知道他跟你亲，但是我也会供完他读完大学的。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，张连生？这些年我为了你做牛做马还不够吗？现在连我这20年的光阴你都想要夺走？我没有想夺走你什么，我们都值得一个全新的人生呢、啊。你真是厚颜无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过得开心吗？Hello. Yes. Hold on, please. 我妈下个月要来，你最好皮绷紧一点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